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的，今天要来抽一个新的套装，叫做鬼魅刺客。好，这套服装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是类似一个红色披风啊，里面是黑色衬衫，白色头发，还戴一个口罩，这套我觉得蛮帅的。今天会来抽一下，看要花多少钻能抽到啊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伺服器的部分呢，有推出这一套的女装，而且非常的辣，所以我也蛮想要抽女生的。然后我这边的话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伺服器的这个女生套装的服装长怎么样。好，这边这个是泰国伺服器啊，然后泰国伺服器的话，从商店面可以看到女生的服装。然后女生服装呢，这跟我之前介绍的那个抢先看的活动一样，就是有国外的 cosplay 吧，就是官方可能找他们的 cosplay， 就是穿这个服装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套呢，还蛮像那种吸血鬼风格，然后也暗黑风格，又有像 RPG 游戏角色里面会穿的服装啊。这套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只是现在台服还没有出，然后之后台服出的话呢，也可以抽啊。然后这边还有新的凝胶护盾，也给大家看一下。凝胶护盾的话是这个骷髅天使 ，OK， 这凝胶护盾蛮好看的。然后服装的部分呢，我看一下哦，对，他们纸房子，其他伺服器有复刻哦，台服没有复刻。今年我看台服是没有复刻这个纸房子人主啊，跟这个纸房子人女嘛，好像没有复刻，目前看好像没有。哦，不确定官方这几天会不会开放，还是说我漏掉啊？总之好像没看到复刻。然后这套服装在这里嘛，大家可以看哦。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女生，原来她穿的这服装就是鬼魅刺客女生的套装。这我不知道到台服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宣传照啊？不过我这边就抢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台服有些活动跟国外伺服器不一样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女生长这样，然后他们活动的部分呢，它这个抽法跟我们现在台服有点像，就是上跟下选一个，然后右边这个就是女生套装，左边男生的。好，今天的话呢，先来抽台服的吧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抽看吧。一箭双雕啊，很可惜，为什么他把它拆开呢？如果一起抽不是很好吗？现在可以看到，可以选择上方的奖励跟下方啊，这怎么看都要选上面比较好。然后至少六抽必中大奖。OK， 我们现在他可以一次抽两个啊，可是下面的奖励我不喜欢啊，所以我觉得抽上面就好吧。OK， 我看一下这边规则。活动大奖是鬼魅刺客组合包，活动二奖是魔法羽毛。魔法羽毛是什么？魔法羽毛在哪里？这个吗？可是它不是一起在同一个区块吗？下面主要是涂装箱跟钻石转蛋券啊，这个如果你们想要很多，就选下面吧，因为它两个一起选的话，它可以放大，等一下，缩不回去。两个都选的话是15钻啊，好啦，只抽一边的话9钻，它应该越抽越贵吧。我们试试看吧，先是9钻。六选一哦，9钻。我拿下计算机，再来是49钻，9加49。该不要保底了吧？58钻应该不贵吧？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不贵。哇，可是如果是保底就贵哦，不要每次都保底啊，这转盘常常都保底，几率大概1/10吧。收拾是有一次，基本上哦，这个背包有啊，其他兔子之前的。再加299钻，不过算是便宜的哦。299钻，这样最多应该也不会花到3000吧。好，再加499钻，果然是保底啊。955，这二选一了。这两个我是觉得只要中衣服就好。Oh no！ 花费钻石购买这个奖品，不要，舍弃。最后加799，175四钻。保底，又是保底了。这个还要转什么？这个就是一样。好的，拿到了刺客啊，刺客魅影。我们来穿给大家看一下吧。鬼魅刺客啊，我刚才叫刺客魅影，鬼魅刺客，直接穿起来。为什么穿起来感觉上跟想象不一样？有点像比谷青石郎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《神剑闯江湖》动漫，里面有一个比谷青石郎，史上最强的男人啊，飞天御剑流。这口罩为什么感觉像是没有贴起啊？眼神算还蛮杀的啦。我看一下哦，是头发太奇怪，还是就我看不太出来是哪边比较奇怪。好吧，总裁不错啊，只是说这面罩有点怪怪的。面罩好像不够贴啊，
鬼魅刺客面试。哦，这套蛮帅的。这套其实有时候官方他那个实际长的样子没有展示出来，他只有贴在官方粉丝团嘛。可是游戏里面其实在抽的时候可以展示，就是长怎么样，我就会比较好，玩家会比较想要抽。好，我们帮他搭个组合，搭红色枪应该蛮适合的。我们到训练岛给大家看一下长怎么样。女生套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蛮辣的。好，实际上的话呢是长这样子，保底抽到这套我觉得好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玩家一抽就抽到。我好久没拿 Scar， 怎么感觉这 Scar 变好凶。这套在移动的时候，它左边它的那个后面的披风是会动的，左右左右甩停下来后会有一个东西掉下来，没有，就是披风掉下来的效果。前面有看到头发应该是会动，以前的 Free Fire 我记得头发跟衣服是不会动的，是最近几年进化以后的 Free Fire 才变得会动的。好，这套我觉得蛮好看的啦。最后呢，最近呢就可以穿这套来玩一下。那也欢迎大家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啊，你们喜不喜欢这套服装？有没有抽啊？抽都花了几钻。然后女生套装的部分，我相信台服应该很快就会有了，有可能这套结束后吧。然后有的话呢，大家就可以看要不要抽。然后女生套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、啊，就是这种风格，这种风格在经典模式中算是比较低调、啊，不会是很亮的颜色，都还不错。不要是黄色系，黄色系我都觉得还蛮亮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游戏呢就玩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那天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直接订阅我打开通知铃铛。后面有一句叫 FIFA 攻略的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哪一频道，就 Twitch、IG 粉丝团。搜寻不合拿铁就可以找我了，也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